现在为各位做第三段花布节拍的介绍。右转点一点二点三点四点还原点靠近点一二三点二二三点一二三点二二三点。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方向，为各位再示范一次。右转点一点二点三点四点还原点靠近点一二三点二二三点一二三点二二三停。现在为各位做第三段花布节拍的介绍。右转点一点二点三点四点还原点靠近点一二三点二二三点一二三点二二三点。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方向，为各位再示范一次。右转点一点二点三点四点还原点靠近点一二三点二二三点一二三点二二三停。